那我同学是姓许，那他是现在是也是律师，然后我叫他许律师这样子。嘿，大学可以讲嘛，对不对？对啊，我同学是政大的，是政大的高材生。我同学跟我是同一个高中，那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高中也算熟了吧？对啊，对，我们还蛮，我们都是前段班的，嘿，资优班啊，就资优班了。我同学他，哎，我高中是不是就是很爱讲话？没有啊，没有。高中会比较讲话，不是都是乖乖牌。我算乖乖牌吗？对啊。哎，你要大声一点。对啊，哎呀、啊，我听你觉得高中大家都是乖乖牌的啊？因为其实可是我们班人都不错，对不对？我们班是不是全班都有上大学，都考上大学？我们是全班都考上大学。对不 对, 对？全班都考，我们那时候那一届很厉害哦。应届全部考上大学。我们班同学都很聪明。哎，我们法官有几个？两个。现在有两个。两个。律师几个？律师。我跟你嘛。还有啊。还有谁啊？白。啊，对，三个。没有，还有一个是在当警专的客户。对不对？他有考上律师啊，可是他现在是警官，对对对，对不对？因为他念那个中央大学，所以我们律师真的有考上律师执照的有四个，对不对？可是真正在做的应该算我们两个，因为另外一个去美国念书，另外一个是司法事务官读硕士，司法事务官那。所以好，我再重新整理一遍，从法官开始，就我们两个法官考上法律系的，对，都是当律师或者是司法官。对，我们有念法律系，基本上都有当法官或哎、欸，法官有啦、啊、嘿，然后还有当那个律师，大部分是当律师，对不对？那还有当警官的，因为他是念中央警察大学，也有考上律师啦，所以算也算啦、啊、也算 对。然后，哎、欸，其实我们表现啊，老师也不少哦。对，我们班的老师好像也不少，对不对？好、嗯哦，甚至还有人回去彰中去服务的，对，嘿，也有当英文老师的，将来可以联播啦。嗯、我就先从我同学开始，就是许律师开始，嘿，那他历程接下来他就是考到政大法学吗？政大法学嘛，对。结果呢，还是一样跑去北中心那边旁听课程。为什么？因为呢，那时候北中心考得比政大好。其实北中心有几个大师都是出题老师。对 对, 對，出题老师。哎、欸，所以呢，我们那时候考到就很哦，那明明考了政大分数比北中心高。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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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是呢，到最后呢，北中心进来才知道说，北中心录取率录这个司法官律师录取率比政大高。对对对。哎、欸，所以那时候听他们老师哦，有一位叫林老二的。啊，对对对对对，他有林晨二，他叫林晨二，不是林老二。天哪，哎、欸，我跟你讲，他就叫老二啊，人家都叫老二老师啊，不是啊？到时候我的直播又被人家乱截了，哇，好色情哦！这是他们老师的绰号啊。对，他们老师有一句名言啊，哎、欸，你们应该不知道北中心以前的北中心是长什么样的？对对对对对，以前北中心呢就跟东吴的城区不一样大。对，哎，我们学校很小，中心的话，北中心其实就是中心法商。我先跟你讲地理位置，它就在民生东路跟富北那个交接，现在还那个校区还在，好像是做空中大学在使用这样子，就一栋啊，就一栋大楼这样子。哎，嘿，他们老师呢那时候讲说，要念书就要来这里念书，对，你看，哎、欸，这里的学生，你能跑去哪里？对，连下课都不要换教室，对对对，欸、很轻松，我们都不用跑。那他们政大很可怜，我们政大要爬山呢、欸，啊、哦，好可怜。你们宿舍在哪里？不是宿舍，我们连下一堂课可能要从山上跑到山。从山下跑到山上去上课。哎、欸，我到现在还是不懂哎、欸，因为你们的宿舍其实在后山，对不对？没错。啊，你们到底上课的有几栋啊？到底有几栋？现在都搬到山下来了。没有，阿姨，你们那个年代，分散在各地啊。怎样？有几栋？有五六栋以上。五六栋啊？你们找得到？当初找得到？找得到吗？对呀、啊，啊，就是一座山啊，反正山上山下。天哪、啊！哎呀、啊，真的是行军了。对呀、啊，所以那时候我很瘦。哎，对对对，现在他很胖，比我还胖。哎，然后说健身，哎，都在那边健身。我们学校有一个出名的一个产物叫议员公车。啊，哎，
就是从山上发车到山下，再从山下发车到山上。对，我记得你们有那个公车，对。可是你们那个几多少分钟一班？我就是大概下课时间吧。嘿，反正我也忘记是几分钟一班。哎，我跟你们讲，你不要跟我讲说骑脚踏车，我跟你说，因为他们那是山区，他们那个你骑脚踏车更累，好不好？那个爬山就很累啊、哦。他们宁可用走的，因为那个。他们骑脚踏车，我跟人累死啊！里面又不能骑摩托车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都只能大部分用走跟坐公车，哎，所以他们翘课是有理由，因为说赶不上或是走错洞这样子。对，哎，啊，以前我们中心很方便，我们就是一整栋，我们就是一楼、二楼、三楼，就这样上下跑这样子，根本不用跑嘛，根本不用跑而已，我们都是挤电梯，都是挤，我们也懒了，我们就还坐那电梯，可是我们的电梯很恐怖哦，都觉得都会一关，都很怕那个会掉下来这样子。他们说政大有鬼故事吧？有吗？有啊。那你要不要讲？你还记得的？就是男生宿舍前面有一个伟人，骑了一匹马，那匹马累得会换甲。那不就蒋中正？对呀、啊，对不对？啊，那他卡掉了吗？还在吧？还在，对不对？我不讲，我很久没去。啊，你有看过换甲吗？当然是鬼故事，怎么会看？啊、哦，我还当真呢、欸。因为以前政大，我印象中我去他们宿舍啊，然后他们窗户望过去就是夜总会，知道夜总会吗？夜总会就是整片山都是那个蒙阿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大法师最喜欢去的那个蒙阿波啊，对不对？以前政大那个，哎，现在应该还是一样哦。在哪有？现在人家都去那边，都去喝茶的。猫空吧，猫空啊，爬山喝茶。以前我都觉得猫空就是政大学生的唯一的休闲，对不对？因为政大它其实是很算台北市算右下方的地方，其实很偏远。到目前至少到现在捷运都还没盖好。啊？真的吗？对啊，目前还刚开始。所以如果到政大的话，我捷运要坐到第几站？要坐一个到台客运。对。站吗、欸？先到那个站下来。236吧，我叫好像是236吧。236吗？有台北的朋友们知道吗？好像记得是这个数字。我只知道你要过一个辛亥隧道嘛，还有个庄敬隧道。欸、我以前不敢走辛亥隧道，啊、因为太阴了。那边好像有第二殡仪馆嘛。对啊。然后我不敢走辛亥隧道，所以我就去研发路，然后最后发现它旁边有一条叫庄敬隧道，它比较小。然后是绕一点点而已啊，所以我去政大我都是走那个庄敬隧道。因为你大学有参加社团吗？有啊。什么社团？嗯，我都是外面的社团。你在那个？你跟他大声一点。嘿，在看古迹的。古迹？哎，那是古迹研究。对对对，研习。那你印象中有？也是解说员，所以呢，至少说。啊，才导览员呐、啊，对，才练起了这个讲话的勇气。讲话的勇气，哎、欸，你觉得律师要当律师的需要哪些特质？需要特质哦，大概你考上大概就会有自信了。对，哎、欸，然后呢？然后有自信呢，当然就讲话。而在律师的，尤其从大学开始的训练，应该逻辑上面就可以通。对，那就敢讲出那个道理啦。对，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如果你说要什么特质？对，每个人都可以当律师，都可以训练的出来，是不见得说一定要什么特质。对，可能也是有人有误会了，是说好像一定要跟，好像是像国外那种的哦，侃侃而谈啊，一定要然后要很大大名大放，对，很会辩论啊什么的。在台湾的律师不需要，台湾不需要，但是要认真的，对，要认真，至少说你要言之有物，然后你至少你写出来的东西。台湾的法官是看书状的，对，写的书状要让法官看得到。对，哎、那有些律师他们是标榜说都是跟法官、检察官吵架，你会鼓励这种方式吗？这种哦，找死啊！我罪证确凿的话，你还在那边死辩吗？对不对？这不是找死，对不对？所以真正不懂法律的人真的不懂。其实律师，我们不是说找律师来把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而是说我们去帮当事人去分析证据，去分析策略，哪一个对他是比较有帮助的，说利弊得失，对，利弊得失嘛。有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罪的话，不是说要把他变成无罪，有时候你这样强辩反而他会更惨，对，对不对？做最有利的一个方向来处理。嗯哼、欸、那他听不下去没办法，那也没办法、啊、对啊，对啊，哎、啊欸、对，所以大家不要一个概念说什么找律师啊，
就是都一点那无追这样子，不是啦。哦，有时候那个真的搞不清楚状况。有时候他例如说都已经，例如说车祸啊，对方就已经受伤的话，啊，他也不认啊，肇事鉴定你认为说是他的全部责任，他还不认的话，那就完了啊，对不对？那法官一定就判比较重，那叫犯后态度。那就犯后态度，那个其实很多律师，我们律师都是要跟当事人讲清楚，在这一块，就是他们不懂法律，我们就是要跟他讲，法官在考量一些那个量刑上有考虑到哪些事情，这样子。哎，那你当初我们高中的时候嘛，去选填志愿，你怎么会你当初法律系是你自己填的，还是怎样？还是你就想当高中的时候你就想要当？去念法律系，我们是社会组啊。对啊，社会组那时候最红的大概就是法律系啊。对，那所以大家排法一定是台大排完排政大，政大排完排北大。对，都是把法律系。对啊，如果现在一定是第一个是航运系啊。航什么？航运啊。航运。对啊，才能进长荣啊。可是我们社会系没有啊。对啊，社会组我是说，如果是现在，如果是社会组嘞，社会组现在比较夯的是什么？还是法律系。对呀、啊，就只有法律系比较好、啊。可是法律系就很好玩，就是你没有考上执照的话，好像真的就没有出路、欸。进来了才知道说，原来以前我们叫联考啊。对哦，高中考大学要跟大学联考。对，那我们考上大学，考上法律才知道，原来四年后还有一个联考。对，律师司法官的联考。对对对，很辛苦哎、欸。对，那反正他当狱官嘛，你是当正在。应该当辅导长吧、欸，对不对？好、哦，破那时候还遇到921，啊，你有遇到921哦？对啊，在哪里？在南投中寮。你军工寮，南投酒厂大爆炸，我们就在隔壁而已。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当时的状况？不用了，当兵是大家应该听腻了。不会不会，我们还蛮有兴趣。有些人是南投人，哎、对啊，那应该就知道那个酒厂大爆炸。很恐怖吧、欸？可是那时候应该你们在睡觉，在睡觉啊，还以为真的中共打过来，真的。因为摇得很大，天摇地震，爆炸，爆炸，对，爆炸，所以以为是炮弹打过来。天哪！哎、欸，啊，那时候你 point 你要怎么处理？我才刚下哨，我们当军、欸、安全军那个当那个军官要去巡哨，才刚下哨，刚把衣服脱下来，我只能说还好我把衣服先脱下来，换成所谓的那个就是便服内衣，就是内衣，迷彩内衣啊，迷彩内衣啊，哎。不然呢？如果还是全副武装的，对，就要去出动去那个，因为你去安全下，他们可能听不懂、欸，就是他的任务，因为他刚好执行完毕了，那刚好就是这一趴就不归他的、嗯，那他可以先暂时休息，不是先暂时休息，是因为我不是全副武装，对，哎、欸，大家都是等于是说已经是。睡觉的穿的衣服比较随便，对。那如果是那个还是穿着军服的，就会被抓去，哦，就会被带去这一个救灾。对，哎，那当然那时候救灾很多都有所谓的一些所谓的灾后症候群，就是他可能会看到一些。哎，你这趴我真的不知道。看到一些不好，那个人生难忘的经历。是哦，哎。那个一些惨状，对，那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尤其像台湾那时候那个军工寮那边是整条路本来是一个平面道路变成斜坡，整个隆起变成斜坡。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土可以隆，地形改变了，地形改变就算了，还会冒泉水、冒泥浆。天哪！哎、欸，啊、你们那时候对外道路 OK 吗？所谓的土壤异化，就是全部都不 OK 啊。那道路怎么隆起啊？然后旁边的那个我们台湾最喜欢做的就是所谓骑楼，对，整个跪下去，天哪！骑楼前面两只柱子断掉，整个跪下去。那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骑楼跪下去，铁门拉不起来，对，困在里面。再加上很多是用天然气，因为那时候有些是用天然气，对，然后管线破掉。南投那时候有用天然气，就是新的、哦、新的那个新的房子，对，哎、欸，一般一般的房子都是就还是用那个，对，就种在里面就那个瓦斯种，嗯，然后就那你那时候有管修吗？啊，有管修吗？有啊，也有管修，对、啊、对不对、欸？只是我比较清晰的是，因为我们是受灾单位、嗯嗯嗯，所以呢，我们没有执行救灾。
我们只是做后勤补后勤资源。了解，哇，辛苦哎、欸。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块。还好哦，因为真的去救灾的才辛苦。哎，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除了第一波现场的有去救灾之外，我们并不像那些从外地来支援的，对，真的去那边搬尸体的，对，哎，那种他们才最辛苦。哦，哎、了解。哎，那所以你是当完兵后，然后再隔一年考上嘛，对不对？对。那接下来你就是没有，因为我们当律师考上不是马上当律师，你还要去律训所受训一个月、嗯，然后还要去一般的事务所实习五个月，就总共六个月的养成教育后，你才能拿到正式的律师。那许律师他是先考上律师之后，你是先把学业完成嘛？那一年考上研究所，就直接先把学分修完，修两年学分修完。然后才去受训，对，然后实习，对，实习完之后再请假半年回来写论文。那他跟我比较不一样，我是先念研究所，然后因为我考上，我先考上研究所，我就直接先念研究所，然后后来再去当狱官，然后狱官完之后回来补习，隔年考上律师，这样子，就我的历程跟他比较不一样，你等于是。你有点跳来跳去，没有，我们那一年应该是先当兵，再那一年，我们那一年大概很多都是跟我这样子的、啊，对，因为我们那一年你反而是律师的东西、嗯，你考上没有先去做啦，对啊，那你只是先放着，然后等学业完成后再去用律师，但是你又才去用论文这样子，对啊，对不对？那一年我们是有人放风声，嘿，哦，说要。司法官不能保留，考上不能保留。哦、你考上就要去当，不能说借由学业。对，哦，就像以前呢，就像有听过，就是有人在大学时代就考上律师，考上司法官的。对，那就是考试院要遏止这种保留的歪风。对，造成考上了没人来报到。对，所以呢、哦，他就想要禁止。对。结果，因为我们那一年是龙年，对，很多大法官的儿子啊、哦，也是那一年，也是那一年的，对，所以已经先放话了，嗯，说敢这么做绝对宣告违宪啊、哦。但是呢，我们已经很多人被骗去当兵了啊、哦，了解。所以肖律师没有趁那个时候考上去考的话，真的很可惜。了解了解，我是法律哥。对，法律哥，没关系的，法律哥没有在那个时候去考，真的很可惜。对对对，因为那时候真的竞争少很多，是，很多那两年很多，我们尤其是我们女同学，对，或者是研究所的男同学，对，几乎很多都是那两年考上的，对，而且好像有一次还真而录取，对，有，我记得有很多原因真而录取了，那不能讲，不能讲。那个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一些大官的、有大官的儿子要考这样子，但是真的也是没考上，所以很可惜、啊。这个我跟你讲，这是那个乡野传说，不是真的、哦，是乡野传说，是以前我法律系都会有一些乡野传说、嗯，以前我们考试都会说啊，今年录取率怎样啊，或是今年可能会有多少的名额这样子。那我问你哦，如果你念法就是。如果像我们有些观众啊，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他们可能有小孩，可能将来想要念法律系的，你会鼓励他们念吗？还是你觉得嘞？你自己的经验，以目前来讲，哦，台湾的律师已经过剩了，嗯，很多人现在是找不到，连实习都找不到地方实习，对，就是考上了。但是因为录取率太高，虽然还是觉得很低，对，哦，但是因为现在法律系，简单来讲，我们法律系的一个圈子，哦，现在大学最便宜的一个科系就是法律系，对，因为法律系不用器材，只要教室有老师就可以上课了，他不会像其他理工组的，可能要去买仪器买什么，对，那。在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学大量成立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科什么那个管理学院变成科技大学的时候，对，最喜欢的就是找一个法律系，什么财经法律系，什么法律系的，
对，来凑科系，凑成学，凑学院，对，然后就升格为大学。嗯，所以呢，变成是大学一大堆法律系。我觉得现在录取率呢很腐烂。对，录取率就是百分之几。对，分母变多的时候，嗯，那录取的人数就变多了。对，所以法律系毕业的人很多。对，哎，1000个录取6%就有60个了。对，哎，就有这样子。所以呢，法律系的录取就越来越多人。是，那很多人情况下面，考上的几率确实变那个比以前高了，变高了。对，比以前高。哎，而因此呢，你考上的，如果你没有人际关系，是，譬如说爸爸妈妈也是法律人，对，哦，可以帮你找到实习的地方，对，那再来下一个要拼什么？人家怎么一个律师事务所怎么知道说你有没有能力来这个当他们的这个同事？对，一定是先又回到学历来去比拼的，对，而学历比拼就是什么？又是从台大、政大、北大，对，哦，这几个国立大学开始来算起来。对，那如果你是从私立大学是辛辛苦苦考上了律师，对，结果因为你是私立大学的原因，反而是没有办法去跟那些人比。对，哎，你一样找不到，就像现在所谓的流浪教师一样，对，老师一样，老师都很多都以前所谓修教育学分的，对。那就好像说他需要到一定教育学分就可以有教师资格，对，哎，但是呢你要去拿到所谓的教师证，对，就可能有困难。对，拿到教师证有没有学校愿意聘也有困难，律师也是一样。对，你法律系毕业的，嗯，可是你考上是一个难关。对，考上之后有没有事务所愿意让你实习又是另外一个难关。对，所以呢，如果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去面对以后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对，真的不会建议说继续念法律系，嗯，继续让你的孩子念法律系。对，哎，要不然就是让他念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哎，不是说考上了就会当律师，没有，你要有给他一段时间的培养，而且你要鼓励他，哦，因为压力会一直，因为我们的考试就是你这次没过就是重来一次，重来一次，就全部打散又重来一次，那一次就念了可能十几个科目的法律的东西，那可而且每年法制可能又改变，因为有些老师他们想要出题，对，啊，所以就会去影响一些说，哦，他本来不用考的突然变成要考了，那学生就很可怜，就是变白老鼠啊，那就变就要多读那些东西。嘿啊，可是有些东西其实坦白说我们就算考上律师了也不一定用得到的东西，很多法科都是这样，对，嘿，但是法律如果真的是有心要念书的话，对，如果你的孩子静得下心来用功读书的话，对，其实准备考试是一个 CP 值最高的行业，考生是 CP 值最高的一个行业。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整天譬如说窝图书馆念书，对，哦，吃家虽然是吃家里的，哎，但很省，哦，很省很省，哎，非常省， 不用一些成本。对，那考上，如果真的考上了然后顺利的甚至是考上司法官，等是铁饭碗。对，哎，那律师如果他能够有顺利的找到实习，律师的薪水， 对哦，再怎么也不会比一般行业差。对，哎，算起来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回本。你的印象中就是应该可以讨论，啊，哎，因为反正你，哎，我跟你讲，哎，我同学也现在是老板，我们现在就基本的来讲啦，对，你自己讲，你先讲，哎，哦，受雇的就是受雇律师，我们不要讲实习，第一年要分第一年跟慢慢的，对，实习现在实习大概很低，都2万半薪就对了，有的甚至还要不付钱，还不付钱，那种就千万不要去了，那种大家也不会留你，欸。可是因为他，欸，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拿到实习的资格，那所以是那没有办法。对啊，被人家坑就对了啊。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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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欸。那如果要算前，那也是在前5个月而已。后面的话，真正的受雇开始起薪都是至少5万起跳。对，哎，欸，而后之后会越来越多。对，甚至只要出来自己做，
哦，其实只要自己能够有案源，对，哦，月入十万以上绝对没问题。那我们先讲哦，如果一般实习的话，可能就是基本薪了哈。现在今年好像基本薪又提高，可是律师其实很多去实习的话，其实重点不是在赚钱啊，重点是在学，就是要拿到那个资格，就是那五个月的资格，哎，那个很重要。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当初在能够找到地方实习的话，我们就很感谢了。其实钱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啊，重点是要五个月能够有地方实习，还能够有人愿意收啦，重点还是要能够学到一些 people 这样子，一些老板的 people 这样子的哈。那好，那变成正式律师就是六个月哈，五个月的养成就是去实习，那一个月的去律训完了之后拿到那个律师执照了。那接下来的话，当正式律师第一年通常起薪多少？五万，大概是五万的起薪。那第一年撑过了，大概到第二年的话，大概起薪会多少？就要看老板了，看到老板跟还有员工的表现。对。对，那如果觉得不错，大概七八万起跳都没问题，差不多七八万嘛，欸，就到，欸，到顶了这样子，欸，啊。当然，你们也以为说只有这样，没有。其实，因为律师他也会有自己的人脉，他有自己的案子，那他可以抽成，所以他抽成的话，其实一个月这样加上去的话，都可能超过十万以上。对，嘿，欸。那当然，这些抽成抽到最后就觉得事务所给你抽太多了，对，那可能就要出来，可能就出来自己看，那就是自己案子很多了，哎，然后结果哎发现给事务所抽过头，还倒不如自己开这样子。对，嘿。所以现在大家了解那个大概律师的行情了吧，对不对？你经历过几个老板？我应该一二三三个老板。你几年出来开？我93年出来的，现在桃园待了3年。先当没有，我是说你是先当受雇嘛？受雇啊。你受雇当到几年？当到受雇，我受雇很久啊。对，我受雇大概12年哦。12年，欸，所以你是13年左右。我3年在桃园。对。哦，然后回来5年，回来在台中。在台中。台中各两家事务所各待五年，各待五年嘛，欸。其实他算蛮对，他算对事务所蛮忠心的啦，嗯。我还比你早出来开，对，啊，对不对？对啊，我是九四年考上，我是先待在台北，我100年出来开这样子，对不对？啊，你那时候是你是107，105年出来开嘛。我记得他那时候出来开的时候，我们还有讨论了一下，嘿嘿，对不对？你那时候要说要出来开，我都吓到这样子。我还比他先出来开哦，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出来开得不错，这样子啊。到现在你看105，到现在第6年了嘛，第七年，对啊，第七年了嘛。啊，可是我100年到现在的话，应该也12年了，11年了，对。欸，我有一个受雇跟一个法务啦，还有一个行政。那你现在是请我们是有我们的是合署事务所，我们有四个合署什么？他们不懂什么叫合署，就是在应该有听过合伙。对，那合伙跟合署署是那个签是署名的署，就是签名那个画署押的那个署。对，欸，合署事务所就是不是合伙，就是合署就是。大家共用行政资源，对，哦，那所以呢，合署的好处是你只要把行政资源扣掉，其他就是你赚的，对，哦，而不要说什么大家要来合伙的话，大家 要来什么共同支援这个事务所的一些什么成本，甚至还要建立一些什么一些业绩的压力，什么都没有、欸，大家各做各的，每个人的盈余自己负担，你们好像是共用小姐嘛，就是行政助理，对，我们有4个律师，对，2个行政助理，对，欸，那你们只要share基本成本水电跟房租助理费用，对，欸，现在的律师我跟你讲，哦，为什么会访问徐律师，是因为像我本身是个人事务所，哦，是 我自己独立开的，好，那其实现在大部分律师都是倾向像许律师这样子，因为成本减少，他要 cost down 他们的成本，所以他们又会尽量采取叫做合署的方式。那合署的方式是大家共用行政助理，
那有时候可能会共同请一个受雇律师的方式，嗯，然后来共用共享资源的状况，就是互利啦。嘿，但是有时候就是要拆，你们不用拆账嘛？对啊，你们只要 share 那个基本身份就好了，所以比较不会有所谓合伙产生的纠纷。对，因为那另外一种早期也有一种叫做合伙，那律师他们就是用拆账的方式，拆账就是说可能我跟，例如说我跟许律师合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拆账，我们 share 我们每个月的，例如说你可能这个月赚20万，我赚10万，那这30万我们可能就要拆账，就要拆账，不是说你就拿20，我就拿10，没有，可能我们就可能会拆账，可能一人一半这样子啊。下个月可能我赚比较多，他赚比较少，我们就可能又再拆账这样子。甚至事务所合伙事务所还要设定一个所谓的业绩目标，对，然后就每个月好像在开股东大会一样，这好累，哦，哎，谁有达标，谁没达标，对对对，很累很累。那我刚有一个网友，哦，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那个用合属的而不是用合伙的，他在问这个，因为他们观众其实他们对不还是不太了解这个，他想问说许律师为什么你是用选择合属而不是用合伙。我们同事有一个就讲一句非常好的名言，对，哎，他说合属是 CP 值最高的，对，哎，我们一直在讲 CP 值，知道 CP 值是什么，啊，哎 ，CP 值就是等于成本效益比最高的，我不太会讲，成本效益比，啊，讲 CP， 那好像从 不是 PBS 那边过来的，成本效益啊，哎，哦，成本效益最高的，那它等于是说，最简单讲，我刚才有讲的，我的所有收入扣掉我的成，扣掉这个合属的成本，对，就是我净赚的，对。所有收入不用再 share， 不用再 share， 除非自己的税金之外，对，其他就扣掉成本就好了。对，可是如果是合伙呢？嘿，就像刚刚有提到的，你合伙可能是为了整个事务所在冲业绩。对，哎，那可能到年终再来去结算所谓的奖金。对，那还要有一笔存在事务所。对，哎，作为营运之用。对。还要养一大堆人，对，为什么和我常会起冲突？对，而明我赚的比较多，对，但是呢，我好像都我在养，帮你们养员工，对，有啊，欸，有啊，常常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对，哎，也就是说，有人的贡献度高，有人贡献度低，低，那这个情况在一个合伙事务所，对，就会很尴尬，嗯哼哼，哎，不管哪一个行业的合伙。对，都是这里起的冲突。对，有的人能力高，哎，他就看不起其他人。是，哎，那能力低赚比较少的，对，可能就在压力就很大。对，可是合属完全没这个问题。对，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同事到底赚多少。对，哎，我们只知道说助理告诉我们每个月要拿出多少钱来，我们就乖乖拿出来就好。对啊，哎，其他我们就不用管。就不用管，欸，管那些事情。对，甚至呢，我现在我是一个很享受生活品质的人。是，我以前受雇了十几年，哼，每天七点多就起床。是，甚至呢，欸，为了赶上班，我是搭火车。你们有打卡吗？欸，没有打卡，不用打卡，不用打卡。嗯，但是呢，我还是乖乖的八点半就到事务所。是，可是自从我自己出来开之后，对，我还得看助理脸色。我不能太早上事务所，哦，是哦，不然会被助理白眼。天哪，我们要对助理好一点嘛，嗯，对不对？哦，所以我大概到事务所的时间，对，是9点半。哦，是的吗？对，真的哦，嗯，天哪。然后我们事务所的同事，大家比谁早下班的，嗯哼哼哼哼哼哼，也就是说大家压力不会很大，对，哎，尤其我们在中部实业。嗯哼哼，我们不会像北部，了解，哦，北部可能物价比较高，可能要赚比较多钱。是在中部，我以前我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我月入10万以上就觉得很好过了。是啊，哎呀，不会像小律师赚的，啊，赚越赚越多。法律哥，哎，哦，法律哥越赚越多。哎，依你对我，依你了解我，我其实。我的业绩算不错嘛，对不对？他随时都是以工作为乐，对，哦，他根本就他每次
遇到他，他就在事务所，要么在事务所加班，要么就已经是有客户来，要么就在法院开庭，而且还起来乐此不疲。对啊，我还蛮乐在工作的。没有其他休闲娱乐，就没有，完全没有，就是随时听到都说我在忙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根本不需要说那个，还要说再去网络上捞案子。反而是呢，我们都觉得他的案子是不是少做一点？对，你把案源 share 出来一些。我有介绍给你吗？有啊，我有嘛，对不对？我有介绍给你。那我再问你哦，你那时候我跟你讲我在做直播，你的想法是怎样？太闲是不是？可是你不觉得一方面你又说我很忙，然后一方面又说太闲，你的感觉会不会很矛盾？我会觉得你是非常人无聊是不是、啊、你是忙中你是想要忙中作乐，找其他日子来玩一下，对，就真的是不够忙啊。不是因为已经忙到了，就觉得说反正最不用出去动的、那就动嘴巴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开个直播或是开个 call in 就很轻松嘛，就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大家这样子啊。因为你自己不是也有之前也有在教书嘛？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律师是不是会觉得说想要换个环境，换个环境来书，等于是说我们有时候教书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最浪费时间，对，也赚不了什么钱的。对哦，尤其是去教书，对，面对这群学生，其实不用期待说什么可以去那边拉案子啊，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去那边要说什么，我们有什么那个什么教学热忱也不是啦，对，单纯的就是很简单，我们只是想要换个环境，对，疏解一下压力，对，去轻松一下，那个是只是去轻松，虽然要备课，对，可是备个一两次之后那就轻松了，因为教书每年教的都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班算前段班的都会想要教人家，我觉得你也有那种热忱想要教人家。没有热忱、你没有了。我没有热忱。你没有了。我只是讲直白一点啦。年轻的时候在教书啊。年轻的时候去教书是什么？换一个环境，想要回大学看年轻肉体而已、看青春肉体啊，就这样子而已啊。我跟你讲，我们律师真的是讲话都很劲爆的。我不是哦，我真的不是哦。我真的只是要教学啊，他才是。我们真的是只是去抒压而已，来看一下不，你把我吓到了，面对不同的人，对啊、那虽然还是在教法律，可是呢，没有那种所谓的工作压力，对，对于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你跟他讲法律就讲得很轻松，对，那如果是一个来法律咨询的，甚至是付费来法律咨询，或者是付费委任案件的，对，那是要负责任的，对，那会有工作压力，那情况是不一样，对，所以去教书那只是换一个环境去比较轻松一点。 对，我记得我记得前年去我们律师工会去日本那一次跨年那时候嘛，就是108年跨年109的时候，我们去日本，那个是哪里呀、滨海那边吗？那个横滨、那时候是我拉着你去，对不对？我硬拉着他去哦，因为我说叫他当我的 roommate 这样子，他本来还不太愿意哦，可是幸好你后来说幸好我有拉你去，对不对？对啊，因为后来疫情，后来就大家都不能出国了。对对对，就是自从就是选总统的那一年嘛，我记得回来之后就选总统了，就是那一年的时候，接下来选完总统，结果疫情就爆发了嘛。对啊，对，结果就都不能出国啊，所以那个许律师就说，我真的是福星了，幸好我那时候有拉他出去，因为那时候他真的不太愿意出去，是我死要他一定要跟我出去这样子。因为很少说一个人出去玩，大概都是带小孩啊，对，带妻小一起出去玩。对啊，我说不管，我说你一定要陪我出去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结果最后幸好他有，因为那时候才4天3夜吧，就也不长啦，然后我想说就。因为不太喜欢跟陌生人住啊，所以就要不然就想说就找许律师就一起出去玩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很 lucky 看到完整的富士山。对，富士山，对，我们富士山就是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大太阳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看到
横滨的，我们那时候在海丰那边做烟火。哎，大家可以看我早期的有做一个影片，是那个烟火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场拍的，就是那个在横滨海岸上，我们那时候冒着冷风的，那时候应该是零下有吧？那时候冷死了，零度还没到零下，可是那时候很冷，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就走到那个桥上，它是好像跨海大桥。比较可惜是没看到下雪，只有看到雪，对对对，我没有看到雪，对，但是没看到下雪。可是我觉得没差，因为那时候大太阳，然后又看到富士山又有雪，然后我们地上也有雪，就很快乐了。然后晚上我们就是跨年那时候，就是跟着日本人嘛，他们就一批年轻人就往那个海上的桥上走，然后我们就去跟着他们走，然后最后居然我们顶着寒风，我们四个人顶着寒风，还有那个工会总干事，我们四个其他是三个律师嘛，就许律师，我还有一个学弟，然后我们就这样窝着，而且我们是围成四方状，对不对？在挡互相挡风这样子，冷到爆，你知道吗？那我们在那边看烟火哦，可是真的很精彩，很精彩。对。后来看完之后赶快去便利商店买热的，真的还蛮好玩的啦。嗯，对。欸，所以其实我们认识那么久也蛮好玩的吼。对啊，也时间过很快啦。其实等于是说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大家各忙各的，对，都没有联络，尤其不同。哦，你电话哦。不同学校。对。不同学校是，那就比较少在联络。对，那一直到毕业回来，可能是因为律师，大家都要做律师，好、哦，才又开始联系起来。尤其是他也回到中部来，中部的律师就会一起，对，就会又开始热络联系。嘿，对对对。所以以结论来讲的话啦，其实今天我会请许律师一起跟我聊，其实也是。让大家了解从不同层面，至少我同学也是律师的角度来看呢、啊，就说其实我就真的是一个律师。第二个，我也不是缺案子的一个律师、啊，然后啊，第三个是我真的是很热忱的在帮大家，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些法律的一个层面呢、啊。啊，当然将来我可能有些法律问题，可能就要他一起聊聊啊什么的。那就你会愿意吗？嗯 ，OK 吗？什么？如果是有一些法律议题的话，好啊，好哈、哦、，OK 哈、哦嗯，因为许律师也愿意贡献、啊。